求你了，我不会说话的，你知道的，我有鼻炎，万一鼻子被堵住了，我会被闷死的。那你最好乖一点，不要出声。因为下半身的前片和后片的尺寸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后片啊。后片臀围尺寸是近臀围加13厘米的和除以4，再加上1厘米。后片腰围的身寸是总腰围尺寸的1/4，再加2厘米。前片腰围。教设计就教设计吧，教什么数学呀？肩宽就肩宽呗，又加又减的，烦死了。对了，他们去哪儿了？小陈说他家里有点事情，要晚点才能回来。于彤说新闻社临时有个报道要采访。哦，都这么忙啊？对了，你妈妈怎么样了？就那样呗。嗯，好饿呀。走了还把人女朋友裸照发朋友圈里，简直太不道德了！哪有这样？所以韩一彤，这次的报道咱们必须得好好的写，不光是为了他，也是为了呀那些受到恋爱暴力影响的人。嗯，你说咱们学新闻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呀，就是能够改变这个社会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是不是？怎么了？胸闷，忽然间胸好闷。我只是想看看他。你做了那种事还有脸见他？渣男，混蛋！喂，那那个人，那个渣男。哎呦，喂，你干嘛呀你？新闻不只是伸张正义的武器，有的时候这个也可以的。喂，韩一彤，讲一个出来，什么东西？你们再多说一句试试。怂了，气死对你好，你会离开我，我怕。